这个今天呢，我们可以讲说，基本上来讲，英文的程度呢都在水平以上 ，OK 的，只有一两个永远在水平以下。谁？数一数二。这个时候讲谁，你就不要，好不好？你不要站队。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爸他就是要我去提他，你在不要跟他互动，你不要跟他互动。Comfortable， 他慢慢在 comfortable。什么叫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vegetable。哎呦，哇塞，还可以举一反三的，哇塞，再一个 ball， 再一个 ball， 来，再一个 ball， 啊 ，basketball，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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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basketball， 来，我们这边来做宣传了，哎呦。太多年没看到他了，这个新好男人啊，而且他说14年没有出专辑了，哇，哎呦，想到了，来，我们欢迎梁汉文，来，哎，请坐，哎，恭喜你，哎呀，恭喜发财，还有，啊，介绍一下专辑啊，专辑名称叫做。听后感，听后感，对，因为这次唱很多你们熟悉的歌，然后就都是一些天后级的歌，哇，像征服啊，我的歌声里啊，勇气，我不难过啊，然后这样，我跟你讲哈，以后你出专辑啊，要出两种版本，一种字体小，一种字体要大，像我们都看不见字，你喜欢，好小啊，对，你要不是 iPhone 还可以放大，我真的看不见，有人说，哎，哪个这是我的专辑？哦，你的专辑啊。我就看到听后感了，梁汉文啊，啊，这你写的哪歌了？好，谢谢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梁汉文，谢谢梁汉文，谢谢。马上呢，有个 ABC 小教室的时间，哦，肖老师准备。今天呢，是要考大家 wear the pants， 等一下，穿裤子。有这一版，好的，不要讲，我考上温琪的，他知道了，他都知道，真的吗？对啊，讲一下 ，Wear the pants， 看什么意思啊？穿裤子啊？那你觉得穿裤子会眼睛？那你再考一下 ，Wear 什么 ？Wear the 穿错裤子，穿反边吧？穿反边，所以它是明显的意思，对不对？对，在急忙之中穿错，捉奸在床是不是？哦，太难。这联想不错吧？那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当家做主的意思啦。啊？为什么？因为呢，以前的人呢，就是只有男生穿裤子，女生都穿裙子。哦。对，然后养家活口就是家里面的主人。是，所以就衍生出来这个意思。哦。哎，我们叫他当家做主的人。对。张文琪可以举例 ，Wear the pants 来指的是当家做主的人，例如 Mr. Xu and Mr. Zhen wear the pants in all。Over！ 哇，原来这个节目已经 over 了。你要诅咒我们节目停吗 ？Our TV show。Over。我们差成 over。Over。Over 也是 over。好惊人哦！你在，你在啊，四十用就刚好，你一直出来就平掉。所以以后就是闭嘴。对对。等到你 Q 我再讲。我再讲。对对对。好，不要讲了啊！奶奶就先攻。这个阵容太精彩了，我想厉害的啦，没得摆了。还有一个宋一鸣，为什么不是抢分呢？宋一鸣都差不多啊。哎，好戏在后头，真的吗？对，好戏在后头。简单的不要叫我，对，难一点的叫我，反正都听不懂。啊，压轴。从这边开始，以后的向左转。请戴耳机，请抽你戴耳机。来，请。这个，来看好你抽的题目是什么？好，宋一鸣，光这样看你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Stroke 是什么？呛到自行吗？哎呦，哦，不能演哦，不能演，要只用讲。这不好讲，不好讲。这个字本身就很难。演很好演，讲不好。哎，这不能演。这是一个，也不是一个疾病。Getting old 应该可以吧？这是一个状况。不要教，不能教，我不想教人家。他不是我们这一队的，不要教，不要教。Getting old 还不会讲，那也太烂了吧？准备 ，Year 唱完 ABC ready go。Towards a kind of sickness。啊 ？A kind of sickness。Sickness. Okay. A kind of sickness. When you get sick, your hands will always shake.
shake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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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e your hands.来来来来，不要急，不要急。Okay, 一二三，好 ，ready， 走。Two words. Two words. The car is signaling. 然后 he 不是。来来来，谢谢。然后 he hands shaking. He hand. He hands shaking. Shaking. Two words. 五秒。Two words. Yeah. 没了。Yeah. 就这样。Two words. The car is signaling. 好，不讲话。听到了哈。不好意思，我们造成你的一些困扰。不是不是，你听懂了对不对？听得尽量，尽量是。来喽！哇，好紧张哦！开始要进入死亡的地段，来准备。最期待。十五秒，准备。计时开始。几个字 ？Two words。两个字。I'm shaking. I'm not shaking. 我在摇晃，我在摇晃。I'm shaking. 我在摇晃。About a secret.Secret， 我在摇晃，太夸张了。Shake it， 老鼠完了。What？ 哪个一二三去的？哪个一二三去的？十五秒准备。对啦。Go。Oh my god！ Two words。两个字。I'm shaking。啊。你这样发抖。Shaking。I'm secret. Secret 秘密，怎么会到那里去？别说。Yeah. 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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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Secret， 发冷，抽蓄。Secret 怎么来的？ Secret 他有可能发音错误。我觉得我认为他的 secret 可能是发音错误。我认为。是我错吗？是你啊。Sick。哎呦，你有病。聪不聪？ Sick。好聪明哦。哇塞，太厉害了吧！抽蓄，一种病会发冷，抽蓄。这么难吗？我会出这么难的吗？我不知道，因为你告诉我两个单字，你要猜什么 ？Shaking， 突破 ，secret， 对不对？对呀。突破 ，sick， secret， secret， shaking， secret， 还是哪讲 secret？ secret， 你现在讲哪一种 secret？ secret， 答案讲八遍，抽泣。喷。厉害啦！这个精彩啦！精彩啦！完全没办法。什么答案？香烟吗？香烟不是吗？你听到什么？跟我讲一下。六个答案是什么 ？A man shaking. About smoking too much cigarette. 抽烟会手抖。抽烟手抖。哪一种烟会这样？烟瘾。我不知道。烟瘾。所以如果两个字答案，你会想到什么？香烟。我们都认为他讲的有点不太对，对不对？对。你讲给他看他听得出来听不出来？预备。哦。十五秒。我光是讲第一句，他就讲很多次。A kind of sickness.When you get sick, your hand will shake. 你手会发抖。And you can't close your mouth, and your eye. 哪有那么长？所以第一句，你都听不懂了，所以我后面我不能讲。中风嘛？哇！哦，我第一句。请揭晓答案。是你讲那么多干嘛呢？我没有讲，我只要讲第一句。A kind of sick, 你真 sick. 我不能一直讲第一句。Your mouth cannot close.And the close water is a pui pui pui. 没有没有pui pui的。可以哈。对啊pui pui的。现在第二题，请换位置。那个，孙宇进来。小左转，请戴耳机。请坐底。这个。拜托，简单一点。哎呦，太简单了。不能演，手要绑起来，不可以这样。否则他这个姿势，
摆个两秒钟，看两秒就知道了。OK, ready? 嗯 ，Ear Trainer A B C, ready? Go. Three words. Three words. Three words. He is superhero. And his color is red. Hollywood movie. Sky. Bright in the sky. His hand have black.他讲，我觉得他会被误导。对啊，可以啦。No, come on, don't ask too much, baby. 来了 ，OK， 应该没问题了吧 ？Ready, 一二圈儿，开始。下一句。Three words. Hollywood movie. 啊，好莱坞电影。Superhero. 啊，超级英雄。In red.In red. In red. In red. Keep going. Keep going. His clothes are red. So, superhero. He's a superhero. Oh, 一下太多红色了。OK, ready, 叶川儿，开始。Three words. Yeah, it's a Hollywood. 你是个 Hollywood.American Hollywood, the Hollywood, and it's a movie. It's a hero. It's a clothes. It's a red color. One more.按摩真的蛮好笑，按摩。Three words， 还没打。Three words， 三个字。It's your what？ 它是一个。Hollywood， 哦，好莱坞，好莱坞。Hollywood， OK， 好莱坞。Movie 吧。Movie， 好莱坞电影。好，再给他五秒，快！那你可以再讲一次给他嘛，我不要听了，不要。戴耳机。再给他讲一次，再一次十五秒，我再讲一遍。我们就当着来复健，来当着来复健，好不好？这一次看他能够记多少。好。Ready， 计时，开始。Three words. Hollywood. Is a hero name. Is a hero name. Hero. Hero name. Hero name. Is a red color clothes. Red color clothes.Red color close. 三秒。OK. 搞定了，搞定了。不用跟他聊天，其实我们让你听两次啊。哎，一鸣。等一下，不要抢。不要跟他讲话，不好啦。不是，哎，你叫。你说。听到没？哎，干什么？哎，我还在说计时开始，你干什么？哎，一鸣，我觉得你这样不对。你不要一直这样干扰人家，好不好？我让听两次。记不住啊。成绩照算哦。哎，这样可以吧？陈勇，你照算，这样好不好？你好，不要聊天。一鸣，加油，一鸣。No talking。来，十五秒，说一鸣，加油。Is a hero man. Hero. Hey, hero man. 一个英雄的。Hero man. 好。不要演。Color green. 绿巨人。耶。No. 绿巨人不是绿巨人的。不要讲绿巨人啦。Color green.两秒。好啊！这不能演啊！我没有演啊！你看你哥哥那个，那自然流露。好像演的吃了，一看就知道了。来，三十秒计时。三个字嘛 ，Hollywood， 好莱坞嘛 ，Nubi 就是 movie。Nubi 就是 movie，Nubi 好莱坞可以想到。你没有想过是 Nubi 吗？没有。那么史努比也傻傻。好莱坞电影嘛，三个字嘛 ，Color Green 绿色，只有绿巨人而已，没有其他的。我想你可能忘记绿色还有什么哦。我忘记绿色还有什么？他刚刚有讲这样子哎。我不能说太清楚。他说。我只能说 Naomi。Hero Man。如果想 Naomi， 英雄男人。Nao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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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A princess。
公主。哦。啊，史瑞克。哦。拿奥米，可是公主叫比欧娜哎。最后五秒，对，她叫比欧娜。她叫拿奥米。拿奥米是谁？拿奥米是日本的。她叫比欧娜。对啊。拿奥米。默默吗？我还可以想象史瑞克。史瑞克是迪士尼，不算是好。So, the answer is. 你快一点，我这边。你快一点。史瑞克，喷。哎呀！你知道答案吗？我后面那句没有，最后那句搞不太清楚。我已经搞了八遍。我知道好莱坞的电影。It's a red color.Red color green. 小红帽啊？不是。Hero, 红色的衣服。好莱坞红色的衣服。这还用说？这还用想吗？很壮，就是超人啊。超人是蓝色的。你认为答案是什么？红色的 Spiderman 呢？哦，蜘蛛人是吗？你那个答案记住好了，蜘蛛侠。那是。换你讲一遍。我觉得他有问题，他讲的很糟糕，他讲的很糟糕。预备起。Three words, Hollywood movie. 对。然后 his color is red. 蓝色的。Fly to the sky. 然后 his head has light. 他的手有。他没讲到重点啦。他的手到重点。他的手有光芒。钢铁人，钢铁人。请揭晓。钢铁人也不是，它是红色吗？对啊，它是红色的。其实它有钢铁人不是红色啊，是红色。它很多套，还有很多套。你讲这蜘蛛人全头成头成了。对，小倩我说它 fly to the sky， 它会飞耶。哇塞，蜘蛛人不会飞。对，蜘蛛人不算飞了。你就说它有机器心脏就好了。它算拉上去。哦，对对对，机器心脏。The heart is machine。Machine heart。哇塞，肌肉。他们没有得分。好，我们应该不会输了。来，第三题，请换位置。哇，这个还是要休息。他真的没有站稳起来。承让了，承让。好，向左转。我们做成这样了。请抽题。那么简单。Mansion。Mansion.Sweet corn， 哎呦，这简单了，简单，不是，玉米，玉米，玉米，你只能讲黄色的蔬菜，玉米就一颗，黄色蔬菜很多，他说他妈妈三千，谁妈妈这么便宜？他妈妈三千，谁？好笑，孟子玉米，孟子玉米，大家你不要 mix 哦。你觉得哪一题可以开灯啊？我很想对，但是 sweet 跟 corn 又不能讲，不能讲，我很痛苦。你们的队友说这题怎么讲那么简单？我们休息十分钟，我先想一下。好了，孟子，好久，好就变孟子了，对。好久哦。来，一二传染 A B C ready。Two words， 两个字。Is a very famous 很有名的 man 男生。He is the he teacher is the 他的老师。孔子。孔子啊，孔子啊。His mother.For his change to her home place three times. 哇哇哇哇！这个题我后面太难出来了。这片很精彩了。好，一二传染 A B C ready. Go. Words. Words. He's a famous man. Famous man. His teacher is 孔子。空子，空子，His mother is stupid.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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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father is 公鸡。就等这一。我会听到哎，你什么东西？这就你这是答对的人都该打。好夸张！但是我知道他是完了完了，直接飞到你哪里来 ？Towards a famous man. A famous man. His teacher is 空姬。His teacher is 空姬。His teacher is 空姬。三秒钟，对。哦，孔子，他老师是孔子。His mother is stupid。他妈妈是笨蛋。你怎么忘记了？应该是这样子，他是 stupid。他妈妈是笨蛋，这什么东西？这件事情严重哦，真的。救命啊！这严重。救命啊！他的老师是孔子，然后他妈妈又是笨蛋。那个谁，那边不要讨论那个谁。你不要换题目，换题目。你自己最后选的。好难啊！ Two words。耗子知道，耗子聪明的。OK, ready. Go. Two words. 两个字。It's famous man. Famous man. Famous man. Famous. Famous people. Famous people. 对 ，famous people. His teacher is 孔子。他老师是孔子。But his mother.他老师是孔子，但他妈妈很笨。他妈很笨，我怎么没有读过这个啊？妈妈很笨，人家跟我讲的历史都这样说吗？他妈妈很笨，三十秒计时。等等，妈妈很笨，老师又是孔子，他有跟他老师讲吗？哦。孔子真的难哦！我都照着讲的，他妈妈是笨蛋啊！孟母三迁，因为，孟子是孔子的学生吗？对，孔子学生那么多个，一定有一个代表性的人。对呀，谁变成学生哦？一定要是学生。好多子路，孟子是他学生吗？答案是。啊，他学生。指鹿为马，那么巧，我就认识他。因为会指鹿为马，所以他妈妈一定很笨，对不对？因为他妈妈教他。pass， 指鹿，笨。哎呀，会提到他妈妈的有谁嘛？孟母三迁吗？孟子，他不是他学生哎。我印象没有记得是。好忘记。他们是同一家的，同一家了。我不知道，我忘记是 stupid 还是 stupid。其实我知道你们讲的妈妈，你怎么会讲个 stupid 呢？没有，我想说应该是往那个。你跟上次的 park 变成 kitchen 有什么差别？没有，我是靠印象，你知道吗？其实后面那一段太长了，太长了。对，不然你再讲一次。His mother changed place. 孟子，孟子啊，孟子。答案真的是孟子。非常的可惜啊，我们只赢不输了啊！好，耶！他没有拿破蛋，随便随便。两边恭喜他们，轻松轻松。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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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有机会。其实刚才玉米可能会比较简单，里面很大。因为我要两二选一个玉米，一个是孟子。玉米只要讲 vegetable 就不会跑到哪里去，可是很难，对不对？你不能讲到甜就很难，但是他不能讲甜，不能讲 corn， 你只能讲黄色，不能讲 sweet。yellow 的很多啊，我只能讲 yellow color。只能讲对啊，很难。黄色的没不多了，南瓜还是黄色？没有，南瓜是黄色，你有色盲啊？南瓜是橘色，就橘啦。黄色的蔬菜很少了，对了，只有青椒、黄椒而已。现在心情不好，不要乱讲，会被他骂。对啊，来是蓝色。好来，发酵啊，关我什么事啊？站好，耳机戴起来，来抽一个。好紧张哦，很紧张。不是他刚才笑得太是岔气，岔气，岔气，是好紧张，心跳一跳。他们都应该不难呢，很强吧？哦哟，简单了。哦，这光看字面就你会不会？好简单的，来准备啊！一二三 ，A B C， 快点！准备计时，开始。Two words. The color is black. 黑色。When you cook, you use black.
cook a vegetable, fried rice. You use that. The color is made by bean. Made by bean. The famous is golden blue. Golden blue. The famous golden blue. Usually you put in the cooling soup in the gum. 慌张 Japanese flat.Japanese flat， 不要讲话了，你看，我死啊！不要讲话了。冲！哦呦，简单了。哎，哦，这光看字面就你会不会？好简单。酱油啊，他们徐甘丹啊，不能不给他太多时间了。哎，准备。等等，所以不能讲到寿司，对不对？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不能讲寿司了。来，准备啊！一二三 ，A B C， 快点。嗯。准备计时，开始。Two words。The color is black. 黑色。When you cook, you use that. Cook a vegetable, fried rice, you use that. The color is made by bean. Made by bean. The famous is golden blue. Golden blue. The famous golden blue. 我们金钟奖的啊，这个最佳。男主角哈，入围者来准备，也传 A B C， 开始。Two words， 两个字。Color is black， 黑色的。When you cook, you will use it. Okay. Vegetable or fried. It's a sauce. It's a sauce. Okay. I'm made by beans. Okay. Black. 我知道。Black. I know. Okay. Thank you. 啊，我忘记讲那个。来准备。一二传二 A B C， 哇，一个政大的，你是哪学校？中华大学。中华大学英文好不好？OK。他英文真的不错啊，真的哈。OK。有把握洋妞吗？不要再聊，好，我记得，我知道，好，想起来。你再输我就想看你。哎，什么？我输了？你还没有赢呢。你不要再跟他聊天了，到这里就好。准备，一二传 A B C。It's a sauce and the color. Two words. It's a sauce and the color is black. And when you cook or fry, you use that. And made by beans. Two words. Made by beans and color is black. It's a sauce. Made by beans. Yeah. Okay. 他复杂了。哇塞，政大还要这样子啊？你在干嘛？我们在录影。不行，你会影响我。我们的 kitchen 是要怎么弄的？对不对 ？Part of kitchen， 对不对 ？Student， 啊，别哎，他是他的贵吗？哎，我要问你话。哦，好，是啊，贵，来，好，准备。哦，一二三 ，A B C， 十五秒。Two words。Two words。The color is black. Usually you use in the kitchen. The sauce you use in the kitchen and 在 kitchen 里面的 sauce， 在房间会用到的 sauce， Made by bean。No bean, vegetable, and you use in the kitchen. Okay. 你几个字没讲太好。有，我有讲，我有啊，我有讲，前面有讲嘛。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在厨房的，已经计时了吗？哎，十五秒，哎，当然开始。开始。是。在厨房的一种。几个字没讲，不要讲话。两个字。Two words， 一开始就讲两个。他有讲两个字吗？有，我一开始有讲。Very clear。这样我该老婆他的。OK， 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两个字在厨房，如果不是胡椒，黑色的东西的两个字，应该就是豆豉。做菜用。你这样子，哇塞，演得真好。假装是一种豆。不要讲话。什么病？时间还多少？十五秒那么长啊？豆黑。好。三十秒哦，好，还有十五秒，还有十五秒。应该就是黑色的豆子。这次我不给他机会了，错就喷了。可是这这么难吗？看哪里？不要讲话。哇塞。我们家那个怎么那么严格？哎呦，很严格，我因为太简单了。哇塞，我跟你讲，比我们家的题目好太多了，简单。哪有？快不要讲话，唱。你玉米烟。大声，好生气的人哦。我急了，目前给的线索，我输急了，目前听我说，好，你说，目前线索就这样，什么？在厨房里面一种做菜的调味，这个 sauce 呢可以变成 sauce， 它又是这样像豆子一样的东西，基本上能够有这个味道的是有胡椒或者是豆豉，答案是豆豉，豆豉，
呸！他有没有说错？他在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吗？他没有讲。好，那两个字你说。OK，、啊、the famous is gold blue。哦哦 ，gold blue， gold blue， 金蓝酱油啊。Oh my god！ 对啊，蛮重要的。我不需要讲到金蓝啊，不需要。前面讲过就知道你是酱油啦。对啊，黑色的那是 sauce 啊， sauce 都出来啦。对。啊，这一题没有对哦。强哥，你们这个卡子都没有对了，我等下就不用上去了。该接的换人，哎，换位置。耶、yeah ！为什么没有讲？太好了，我来不及讲啊。酱油那么简单，不会对。我压力大了，我。谁要讲？谁讲？艾尔宾说来。我讲，我讲。酱油没有那，我猜吗？艾尔宾说，听着听，我听着，你帮接。好，那个小杰，小杰的 ，OK， 好，再休息一题。真的吗？那我们还是这样吗？这一题没有对，后面我们就赢的机会，赢的机会了。太好了，因为蔡小杰要上去，太好了。请抽签。怎么会？哦，酱油，哎，比我们都多简单了哦。寿司没有讲到一题啊。对啊。寿司。我本来想要第一题我赢了。Meat， 又是料理啊。啊？什么什么？哦。好了，来，准备了。我抽奖吗？你好想。快开奖！来，野传 ABC， 十五秒。Two words。两个字。Color green， 绿色的。It's a leaf， meat， fresh and cold， fresh and cold， and usually pulling chewing gum， 口香糖面。Two words， green， two words， kind of green， OK， chewing gu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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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讲太简单了，对不对？嗯哼，这样讲简单了，对不对？嗯，准备。野传 A B C 十五秒。Two words. It's a vegetable, and the shape is it's like a leaf. Okay, okay. It's like leaf. Okay. And usually you put it in the chewing gum, and make your breath fresh. Breath fresh. Chewing gum. Oh, I see. Some fresh. Yeah. 我跟你讲哈，过了以后都不能再讲了，你知道吗？如果过那个，你后面就不能再讲话了。呀呀呀！不是压什么啦？你要压什么？你知道吗？你听到我讲的啦？后面的 words 我不知道了。准备，哎，来，上去，好，准备，夜传 ABC 十五秒。Two words, a kind of vegetable. Make your mouth. Usually you put in the chewing gum.Chewing gum， 我这次发的不好，所以就 two words， 不杠杠 ，you know 杠杠杠杠 ，OK， 讲话了，准备，不行，发讲话了，今天这么快啊？准备，叶川 A B C 十五秒 ，two words， a kind of vegetable can fresh your mouth， 什么 fresh your mouth， fresh your mouth can clean your mouth， OK， or refresh your mouth。And always put in the chewing gum. Oh, two words. A kind of vegetable. Oh, put in the chewing gum. You know. 讲那么清楚，好了。Refresh your mind. 清楚了解了吗？叫你们不要讲话。没有讲啊，哪有讲？你知道在布景后面是可以埋尸体的，你知道吗？所以你非常简单。Fresh， 我的 mouse。Fresh 就是闪光灯的意思，对不对？No flash， 我们在录影。No flash， No photo， No flash。你这个效果做得不错，有时候真的节目需要你用。就是对啊，就是说让你的这个牙齿非常的明亮、洁白。对 对， 对，放在口香糖里面的只有什么？只有什么？就是那个清健牌子的嘛。清健现在应该没有。绿，他说是那个是一种蔬菜。蔬菜。A vegetable， 两个字。答案就是薄荷 ，yes。啊？那什么？没事，没事啊。你知道这样算错吗？哦，没有没有。对对对，因为当有人答对的时候，你说 yes 就是肯定他的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干嘛啦？干嘛？你好像你是因为失败的愤怒吗？对啊，你恼羞成怒哦，更羞更羞你哦。
头到尾就在那闷闷闷闷闷闷，没有过了就不能讲话了。最爱闷闷就你，还有谁？哇塞，坐月子脾气这么坏啊！当妈了终于敢讲实话了。怎么样？你的梗刚刚被打断了，你跟我异口同声讲薄荷，我会吓一跳。可是他刚，所以他讲 yes， 他讲 yes。那你肯定你的答案了，那就是应该是 yes。对呀、啊，我就故意讲薄荷、哦，你知道吗？我在做节目，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薄荷，答案是薄荷。你怎么会讲薄荷？我讲薄荷。你怎么会跟我讲一样？哇塞，你看他哇，哎，不要这样子，你这样会误导他。好好好，又是他，又是他，又是他。会啦，辛苦了。pass。什么题目啊？酱油薄荷，你要找个更简单的。薄荷如果还要看吗？换位置啊？找一个不可思议的，何以何以文来酱，何以文来编。好，我来切面。来，戴耳机，向左转。好。干嘛啦？好凶哦！你好敏感哦。很敏感呢。小花，你什么 ？Crepe。啊？嗯，什么啊？没看过。啊？很难讲，很难哦。很简单啊。很难。什么什么？可是很多种。哦，哇塞，好厉害哦！你反应太快了吧？啊？对对对，那是 keyword， 那是 keyword。为什么？为什么 keyword？ 求求你了，求你！这很难呢。好了，准备。来，等一下，你告诉我一些 key word。我告诉你什么 key word， 我还告诉你，告诉你 three word。那那个很重要，你如果可以想到的话，好，转过去，超厉害的。为什么？来，不要讲了，来准备。准备。key word。一传 A B C， 十五秒计时。Two word。给你啊。A kind of fish。嗯。And very big。嗯。And colorful， usually red。And gulat. And usually, Japanese flat. Japanese flat. Okay, flat. 有。不要讲话了，你看。我死呀。不要讲话了。来，准备哦，不要讲话了哦。一传 A B C 十五秒。Towards. A kind of fish. Colorful, but usually color is red. Japanese flat.Very big, very big, very big fish. Colorful, usually red. Japanese. Colorful, usually red. Colorful, usually red. 哎呦呦！然后他们还在那跳，来，准备哦。也传 A B C， 十五秒。Two words, a kind of fish, very big. It's color, very colorful.But usually is red. Usually is red. Japanese food. Japanese food. 好 many words. 好，不要讲话了，来准备，一二传 A B C， 十五秒。The fish colorful. 几个字？two colorful, usually red, 红的鱼，一种鱼，彩色的，通常是红的。台湾富的。啊？台种台湾的食物。两个字。通常是红的。真的很懊悔。你有看过红的吗？台湾的食物，那就是无锅鱼。可是无锅鱼没有，所以它片出来的在弄的时候是，那无锅鱼是三个字哎，是一种鱼，那个叫无锅鲷鱼，无锅鱼是鲷鱼，对不对？无锅鱼是鲷鱼，红色，对，它是红的啊，弄出来是红肉啊。很有色彩的鲷鱼，鲷鱼，鲷鱼，没别的答案。鲑鱼，
尾鱼是红色的。什么鱼？但是台湾的食物，我们台湾很常见，就是鲷鱼。鲷鱼。喷。你刚才讲什么？你刚才讲什么？台湾复古。那你讲。我讲台湾。我把 Japan 弄成台湾。没关系。我的。我。你讲一遍再给大家听。好，我觉得我讲不好哎。你当然不好。哎呦。来预备，开始。他讲 a kind of fish, very big, very big。不要再加了。It's colorful, but usually it's red. 彩色。Japanese flat.我不懂什么是 flat， 日本 flat 是什么啊？那个锦鲤啊，锦鲤是锦鲤，日本国鲤，是锦鲤。Japanese 日本的常常的那个哦，旗子啊，旗子啊，旗子 flag， 对啊，旗子日本的那个旗子 flag， 不能扯了 flag， 我一直想不起来 flat 啊，我讲 flat， 锦鲤 flat 是平衡，哦，我讲错，锦不是锦鲤 ，it's a fish， 不是，我要跟。Over the door is what kind of fish？ 哦，鲤鱼。哦，鱼啦。我只有想到鱼，然后我又忘记鱼怎么讲。Jump through the door。然后我忘了鱼怎么讲，我想是 flag 还是 flag？ 好 ，flag 没有错。哎，我讲错了。鲤鱼啊！第二棒，我错了啦，好不好？一比零，恭喜成都的获胜。谢谢。好，谢谢。好，很简单，天才冲冲冲。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哇 ，just open and sing！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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